大家好，今天我要介绍 OEB 这家早餐店。最初成立于2009年在 Calgary 卡加利这个城市，餐厅创办人兼主厨 Mario Martina 来自于意大利。 OEB 简称 Outstanding People， 杰出的服务人员， Embracing Evolution， 拥抱创新，和 Bold Food Integrity， 大胆的食物融合，同时也代表着餐厅的文化价值，也因此让许多人慕名而来。菜单价钱以官网为准哦，这是2019年10月23号的价钱。喜欢我影片的记得订阅哦，拜拜。